我给你拿起来。来了来了。大家好，我叫汪梦雨，今年22岁，来自北京猎金馆，是一名剑道老师。你看人家这块剑放在一边，你放在两胯中间干什么？这样站好了，站好。师傅啊，对，您是什么级别？我现在是3段。取得过一些什么成绩吗？拿过很多次的个人赛的冠军和团体赛冠军。哎呦，今天你要死得老惨喽！没事，死就死吧，不怕。既然他自找的，那我只能成全他了。他不舍得打我。但是我想问一下，这是一个告白的舞台，他呢也把话说得很明了，就是如果今天满足了你的要求，你就要做他的女朋友。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呢？这女孩对男孩的要求无非是工作上进啊，孝顺父母啊，你怎么要他打得过你？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剑道坚持下来，如果能练得很好的人，那么说明他是一个很有毅力、很有韧劲的人，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有道理。所以这也是我择偶的一个标准。嗯。再加上可能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有一个武侠梦，所以我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能够像、和我在一起，能够像《神雕侠侣》一样，就是能够双剑合璧。接下来问你一个很慎重的问题啊，你觉得剑道重要还是爱情重要？如果我觉得如果要非要做个选择的话。是剑重要还是情重要？我想希望这两个都能够合在一起，情剑合一呀、所以啊，爱情的最高境界呀、你先颁布一下规则。正常不，主持人，今天是我来告白的哈。因为咱俩不是一个级别的，你能不能按照我的规矩来？你敢不敢来？他每次都这样耍赖，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没有意义了。请先听他说一下呢。不是呗，你先说敢不敢嘛。敢还是不敢？敢。你大点声，我没听。敢。你要中计了你。哦，那好，咱们拉钩好不好？不用不用不用。那主持人，你听到了他刚才讲的哈？我不管。观众朋友，你得做个证哈。主持观众朋友也听到他敢哈。看你的不怀好意的样子。那咱们现在就讲一下规矩哈。第一，我今天我不穿护具。那是你自找的。那没关系，但是今天只有一个规则哈，只要你把我打倒或者我认输，就算我输，我秦玉峰，以后。不在你汪梦雨的世界里出现一天，但是如果我今天没有认输或者你没有打倒我哈，你必须要做我的女朋友。不是，你还有一个选择哈，你可以不用打，你可以直接咱俩做女朋友。你想的美。哎，你答应他这规则了哈。OK，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悬念的问题。好，待会儿等我说开始你就开始啊。好的。接下来是秦宇峰的告白时间。王梦雨，我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废话。为什么你老是对别人，你老是对别人那么热情，对我却忽冷忽热的？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认真，你连剑道也不认真。我不认真。你都做什么事情？我不认真。我不认真，不是为了让你放轻松。够啊！你知不知道我很喜欢你啊，王梦雨，你自己想想，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自己想想，你到底喜不喜欢我，王梦雨？啊？呀！你为什么？我问你一句话，王梦雨，
你真的不喜欢我吗？啊？你为什么每次你不开心了就给我打电话？每次你无聊，你都约我去看电影。我请你吃饭，你从来没拒绝过，啊？你想家了，你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聊天。你自己想想，你到底，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到底有没有爱我，爱不爱我，王梦云？王梦云，你是不是傻？有没有听我在跟你说什么呀？我说我喜欢你，你为什么每次我给你表白你都拒绝我？你知不知道你拒绝我的时候我心里多难受啊？王梦云，我知道 你就像一个小刺猬一样，我一接近你，你就把你身上的刺炸开。你炸开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我真的很想去照顾你。每次你在去场馆里打球，我打球，我看到你练习的时候，你跟你打的要比我厉害的很多很多的，我真的我怕他们伤到你，我也很害怕。你每次你胃疼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你说你胃疼，你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你一直不相信我，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喜欢我？如果你不喜欢，你为什么要跟我说我打赢了你，你就做我女朋友？你其实每次我跟你在一起我都很开心，但是一晚上我自己回到家，我心里真的挺想你的。我也想如果能够在一起，你不管你在开心的时候、失过、难过的时候，我都能在身边照顾你，因为我喜欢你。其实，你觉得咱俩这么打下去有意义吗？王梦云，别再拗了，好不好？咱们再说吧。你早就知道他会耍赖，你还是答应了他的规则呀？你不是自己往里边跳的吗？对不对呀？我只能说，是吧？郎有情，女有意，对吧？谁也守不住啊。其实我也想了很多很多，有的时候是不愿意，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工作原因，再加上我参加了下一届剑道的世界杯，剑道世界杯啊、哦、然后我希望我能够全心投入进去，然后能够在明年能够如果尽我的努力能够在东京代表中国队去打比赛，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是他一直很坚持，大家也看到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很奇妙的，很奇妙。但那世界杯还参加吧？那可要参加呀、啊！我支持他，一定要支持他参加、啊，代表我们中国人获得荣誉啊！我希望，因为我现在还是预选手，预选手，我希望我能够通过我的努力，能够成为正选，然后能够去东京打比赛，然后能够为国争光。好，希望你以后别那么任性，好好的帮助他，为我们中国取得奥运上的荣誉，好吧？好的。女侠，武林世界没那么幸福的，要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找一个爱你的男人，这才是最幸福的。希望你幸福。